我感觉在有一份全职工作的时候，同时在额外管理15到20套短租房呢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，因为你可以用很多的系统和工具。那我现在呢，用的是3个主要的系统，今天呢就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。贝塔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，我是 Jason。这个频道呢聊美国房地产投资和短租房经营管理。想看更多的干货视频呢，记得关注这个频道。我用的工具呢是3个，一个呢是频道管理工具。一个是定价软件，还有个呢客服中心。那你就一听就知道这一期的视频很干，如果没有耐心的话呢，可以先收藏起来。而且注意啊，这些是工具，还是要花时间去学习怎么使用的。就别好比说车是工具，但是你还是要知道怎么开，要考驾照。而且呢，你可能得把它想成是那种手动挡的车，因为它不是很傻瓜的那一种，而且也不是谁都喜欢开车，谁都开得好。第一个频道管理啊，如果说你只挂在 Airbnb 上面，这个就完全用不着。但是如果你同时放在几个平台上面，这个就很有用了。那客人的消息可以在同一个地方看到，不用几个软件来回切换。日历呢可以统一管理，自动发的消息呢可以统一设置，还可以自动给你的清洁人员发提醒，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打扫，还可以自动给每个客人写评价。这些事情如果手动做很花时间，当然你如果只放在 Airbnb 上面，这个工具就完全没必要了。但是现在啊，明显生意就变淡了，想要增加收入的话呢，起码你 VRBO 上面还是要挂一下的。那我用的这个频道管理软件呢是 Guesty， 那它有普通版和专业版，其实我觉得普通版就完全够用了。如果用我的注册链接呢，可以免费试用一个月，并且呢第二个月减免20块钱，那我也会得到一些奖励，所以你如果用这个链接也是对我的一种支持。那看小红书的朋友呢，可能得私信我给你发链接，因为视频描述区和评论区不让放那个外部链接。那 YouTube 的朋友链接就在视频描述区。第二个定价软件，那定价呢是我做短租最擅长也是最喜欢的事情。就比如说我要设定离现在近的日期价格低一点，下个月离得越远价格高一些，但是淡季呢要定的低一些，周末要定的高一些，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呢价格要定的高一些。但是这些设定如果我要一个日期一个日期的去设定，那就太费时间了。那定价软件就是可以把这些自动化，但是自动化不是说就不用管了，而且它的价格定的也不一定是对，毕竟你是开车的人，它只是车而已啊。定价软件的作用就是把你脑子里面想的这些理论，每天呢就反映在每天的这个价格里面，不用手动的每个日期的去调。而且呢，它会抓取周围 Airbnb 还有其他平台的价格、入住率啊、搜索量啊这些数据，那他们呢会知道哪些日期是热门的。就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哪段时间有个什么活动，但是呢定价软件从数据上面看出来了，他就把价格就推上去。但是啊，就算是用了定价软件，时不时还是要去和市场上面的价格对比，看是不是合理，然后再进行调整。那我用的这个定价软件呢是 Price Labs， 那用我的链接呢可以免费试用一个月，之后呢可以返10块钱。Price Labs 还可以和 Guesty 前面说的那个频道管理软件可以连接起来，这样呢可以把价格推送到多个平台，而且呢在 Guesty 里面还可以设置，比如说让 VRBO 的价格比 Airbnb 要高一些，因为 VRBO 收的管理费就是那个平台费会高一些。第三个工具客服中心，那其实啊跟客人的交流很多时候都是很重复而且很简单的，就比如说他们会问周围有什么可以 hiking 的地方，有什么好的餐馆推荐，空调在哪里，遥控器在哪里，能不能早点入住，怎么开门之类的。那虽然交流的东西很重复很简单，但是关键是要及时，比如说15分钟半个小时之内你就得回应啊，客人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。那像我全职上班对吧，每天都非常的忙，一天排各种各样的会议，其实很难及时回应的。你比如说坐飞机啊看电影也很难很快的回复，所以呢我就雇了一个客服中心，那他们在印度啊，24小时呢有真人可以接电话回复消息。那我呢就是把我的 Guesty 前面说的频道管理软件的这个账号密码给他，他就可以看到所有平台的消息，然后以我的名义可以发消息。但是呢他们没法操作的是所有跟钱相关的事情，这是对我的一个保护啊。就比如说收费啊
定价呀、银行账户啊，这些都是只有在 Airbnb 和 VRBO 还这些平台上面才能操作的。那定价也是在 PriceLab 上面才可以操作，所以这也是对我的一种保护，他们只能做消息这一方面的事情。那这里要注意的是啊，他们是真的人啊，他们不是 AI 啊，也不是软件，那这里就牵扯到一些管理的事情，就比如说你得教他们怎么沟通，我得把常见的问题还有怎么回答都总结好，这样呢他们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回答啊。而且虽然他们在和你交流的时候用的是一个统一的名字，比如说 Victor Brown 对吧，但实际上面是好几个人24小时轮班给你服务，所以呢你的那个文件啊都得收藏的比较的整洁，然后比较具体啊，简单易懂。那当然了，他们是真的人，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是有智商的，所以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他们回答起来没问题， Google 网上搜得到的他们也可以回答。那很多时候其实跟客人的交流也都是很简单的，说谢谢知道了，就比如说 Guesty 定时会发给客人发说你住的怎么样，东西都能找得到吗，然后这个时候客人会回复说都挺好，那这个时候这个客服中心只要说啊很高兴听到，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就行了，但是有回复这个客人的体验就会好很多。当然如果碰到棘手的事情他们解决不了还是要来找你，那最坏的情况就是他们要找你的时候但你正好又没有空，那起码说他们可以拖延一下时间啊，也可以说啊我们再进行确认或者怎么样，然后把时间就拖到等你有空你来处理，那这样客人的体验也是要比完全没有人理他要好太多了。那我用的这个客服中心呢叫 WebCenter 啊，用我的链接你购买的时候填上优惠码 BetaJason 啊，可以有一个50元的优惠。好，这样所有的系统就连起来了， Guesty 控制所有的平台，给所有发所有的自动消息，客服人员呢登入 Guesty 去回复所有的消息， PriceLab 做定价，然后再和我的 Guesty 可以连接起来，这样呢我主要的精力呢就是在检查和调整定价上面，还有就是处理棘手的客服中心应付不来的状况就可以了。像这种干货内容其实我可以放到一个付费课程里面来卖，但是呢我的主旨还是想要帮助到最多的人，所以呢就毫无保留分享给你，如果觉得有用呢记得点个赞。如果你觉得这一切都太麻烦，有兴趣让我帮你托管呢也可以和我联系。如果你想自己管而且有一个 Airbnb 要上线，可以用我的 Airbnb 链接呢去开启你的第一个 Airbnb， 可以获得40元的奖励。贝塔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，我是 Jason， 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